漂白水大范围喷洒，不放过任何角落。确诊个案90%曾经来过大溪老街，足迹公布一天时间，店家生意明显惨淡许多。哦，影响很大，啊，无人出来啦。哎呀，因为那个病毒，咱看无啊。 看不见的病毒更要仔细消灭。桃园市长郑文灿视察老街，清消状况。按90%确诊前曾造访的游记百年油饭，贴出公告，店休3天，全面消毒，确保环境卫生。大扫除一下，等这个消费新鲜很快就恢复了。谢谢市长。好，希望在环境安全的情况底下，能够把防疫这个提高标准。环保局这个消毒大队以及三山花冰群哦。 联合在大溪的老街周边7个里，进行大消毒。那我们希望能够做的彻底。知名景点桃园市区定期清消。没有量体温的来。人来人往，客运站也有一套防疫 SOP。 只要乘客上车的时候，他会接触到的地方，我们都要做消毒的动作。疫情紧张时刻，各界绷紧神经，不让病毒有机可乘。台新闻钟子云、梁家明，桃园报道。